哎呀，这一张特地加的卡片，你怎么乱提卡盒呀？哎呀，我看见一张特地加的卡片，它变得非常的胖，还非常的丑。什么呀，你胡说八道！特地加奥特曼可人气超高，非常的帅气呢。他人气高有什么用？我看到的那张卡，它非常的丑。真的有那张卡吗？真的有。哎，我才不相信呢！我现在去照一下。二姐，二姐，你有没有听说有一张特地加奥特曼的卡片，它变胖了呀？啊！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是老板说的，我说他胡说了。那我给你猜一个最新的，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变胖啊？呀！我怎么觉得你是骗我的呢？我也觉得那老板是骗我的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哎，怎么没有特力加呀？哎，再猜。这包有没有特力加啊？哎，这包也没有啊，该不会没有吧？应该是没有，我看一下啊，这包。特力加签名卡，哎，这看着好像是胖了一点啊，就是那个强壮型啊，哪里胖了？对了，那说明那老板他就是胡说，这张卡借我用一下啊。哎呀，太丑了！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这张卡片我拆到了，你看，特力加奥特曼胖是胖了一点，这是人家的强力型，都是肌肉啦。不是这一张，它不是特力加的强力型。怎么了？不是强力型？但是他其他的形态也没有胖的呀，你没拆到那张卡，你不知道。你看这里，这不就是永恒闪耀特力加吗？人家很帅的好不好？不是，就是这一模一样的卡，他变胖变丑了。你搁那胡说什么呢？我非得拆出来给你看一下。你拆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大哥，怎么啦？你听说没有？一张特力加奥特曼的卡片变得特别的胖。变得特别的胖啊！你开玩笑吧？那怎么可能呢？那老板说这里面能拆出来，我不相信呢。这里边我没见过那种卡片嘛，真是的！你帮我拆一下，你等着，今天就得看一下。真的是，我就不信了，特力加还能变胖？这大怪兽啊！麦奥达蓝点啊，这啥玩意儿？这没用，丢掉啊！这也没有，哎，这里有布鲁奥特曼的幼儿卡呀！我们要的是特力加，好，特力加第二包啊，肯定在这里包。麦克斯奥特曼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也很胖，人家不胖好不好？迪迦，哇，这个好吃，这个你收着吧，哎，我不要，我收了啊，你再来，一定要把那张卡拆出来啊，放心吧，我肯定能拆出来的，就是这个，好胖的，你眼睛花了吧？这是UR白金卡的永恒闪耀特力加。行，那我收了。我的这样，这盒我都给你，这一张我拿走了啊。阿古真帅呀！哎，我已经拆到你说的那张卡片了，是不是啊？又丑又胖。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人家永恒闪耀特力加这么帅气，还拉着武器呢。干什么？想撕我的卡呀？不是这一张。你不是说就是永恒闪耀特力加吗？对呀，但是它是签名卡。签名卡？那你给我荣耀版干什么？荣耀版里面有拆不出来。拆这个呀？是第15弹的传奇版，可是我只听说过这里面能拆出盖亚和阿古的签名卡，没听说过永恒闪耀特力加的呀。肯定是你没拆过这15弹的传奇版。什么呀？我早就拆过了，好不好？里面压根就没有。那就是你运气差。什么？你说我运气差？今天我非得亲自拆出来。特力加奥特曼签名卡是吧？今天我一定要把它给拆出来。不会吧，第一包就给我出了一张盖亚奥特曼的 VR 形态签名卡，可是不是我要的这一张，我想要的是特力加奥特曼的签名卡。看一下有没有。这一包里面没有啊，只有一张UR白金卡的泽塔。再来，这一包也没有。SSR 卡路米拉，哎呀，怎么没什么好卡片呀？难道真拆不出来呀？还是没有啊！这样一包一包的拆，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一次性全部都给它拆了。小伙伴们，卡包已经全部被我拆完了，卡片都在这呢，咱们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。
哦，一张 UR 白金卡的特利加奥特曼复合形态，这张不是我想要的呀。 SSR 卡西多拉姆， SSR 卡泽塔，耶，没看到有他的签名卡呀。这里没有，看一下这边。完了呀，这么多还是没有他的签名卡呀，该不会没有吧。 UR 白金卡风马奥特曼，SSR 卡特利加奥特曼复合型，只剩这么一点卡片了呀。哎呀，找到了找到了， USR 卡永恒闪耀特利加，我拆出来了，这张签名卡非常的帅气啊，一点都不胖。那老板在胡说八道了，我要去找他。我拆到了，我拆到了，你看清楚，人家非常的帅气，一点都不胖，好不好？这还不胖啊，你看一下。